第一次嚟到西九龙，咁佢哋话感染下呢个艺术气氛，见到啲人海啊！我忆述回忆起2000年去 Orlando 嗰个感觉，哇，多人到咧，呢、這个先系奇景啊！我哋有啊科技啦，阿子乔啦，阿 Wing， 阿 Wolf 唔知行咗去边咧。今日咧系 Boxing Day 26号，12月22年星期一 ，Holiday 嘅尾二一日，唔知咪因为咁咧，所有人都出嚟去尽情玩。头先我哋咧去完美河流，食完嘢啦，咁啊 Linda 咧同阿慈慈咧就翻去先，因为佢哋有啲人开工啊 ，Linda 要开工，咁呢度系应该系故宫博物馆，呢啲我全部都冇睇，同埋我未嚟过。第一嚟咧就已經嚟睇到一個咁特別嘅景色，你睇下，人貼人啊，好誇張啊！我影咗噶啦，已經見到個聖誕樹啊，嗱 ，Roof 睇到，我都話啦，你個聖誕奇景啊，22年，今日係12月26号22年啦，阿天未嚟過西九，咁我第一次帶嚟，哇，個場面壯觀，完全壯觀。這個聖誕奇景呢，出年可能我們不用戴口罩啦，還有一年的時間，已經進入了3年的疫情了，所以大家呢，啲人還說很多人已經去了外國旅行啦，又說香港很少人的，不是啊，我已經拍了那裡已經、okay. 我都感受不到這個藝術氣氛咯，不要緊的，大家都很開心，香港人好叻噶，一個窿一個罅咧，一個波波，一棵樹都可以有排影相噶。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嘅特質。唔係香港人都可以參觀一下，睇下我哋香港嘅奇景。但呢個景色仍然係咁靚嘅，見唔見到啊？好靚嘅景色。雖然好多人，我哋嘅海岸邊咧真係好靚。OK 嘅，其實都甩下口罩先。舒服，雖然人多，初頭一落車就我哋淨係搭個的士入嚟咧，都話哇好難落車喎。而家咧，我哋仲未揾到個入口可以行去海旁邊，可能都係沿呢條行人路咁樣行下，未必可以行到去海旁邊咯。好，我睇下子喬同阿 Wing 咧，入下鏡先。誒、欸，你兩位啊，阿 Wing， 科技咧？我哋齊人啦 ，Wing 爭你個頭。Wing 啊，你個頭啊！係、哎、你個頭，我哋揾唔揾到聖誕樹啊？哇 ，OK 喎、啊，我哋四個。我啊，見到椰樹啊，我哋去媽咪啊，而家。媽咪。媽咪。有幾棵椰樹。好過癮啊！其實呢個感覺幾得意嘅，初頭好抗拒，但係唔知點解人多咧，你都唔會覺得好焗啊之類，因為可能喺海邊啊。OK， 戴翻口罩先。可唔可以幫下我？幫我勾翻。勾乜嘢？勾翻先，系啦，唔好嚇親其他人。哦，呢個位比較空曠，見啦。即係講空曠啦。呢個位最空曠。好，我哋而家跨欄行過呢個草地。喂 ，come on！ 好人啊！耶！好人啊！呢個位。耶！Dance with me！ 呜，冇人啊！我哋跨过可以去到海皮边啦。其实我哋嘅电话冇乜电啊，所以咧都要悭住用。一个罅位，竟然我的背脊系冇人嘅，可以避到一个冇人嘅位置，仲要好靓添，靓啊！冇人噶，净系得我哋咋？系啊，我得唔系影紧啊！你哦，都唔错啊！你揾到个有利位置啊，几好啊！
科技又帮我哋影相，我哋个背脊。阿 wing， 你哋去咗边啊？阿 wing， 难得有个位置，喂，快啲入嚟啊！阿子乔好梦幻啊，你个样子。我甩咗口罩啦。系喎，我哋未甩口罩啊。有海风，有海风。哇，真系靓女啊，冇计。你想讲乜都得噶。系啊。哇！你學你大家姐啊，靚女哇！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，星期一，奇景啊！呢、這個西九奇景啊，真係。邊度可唔可以指清楚啲啊？頭頂嗰、那個。哦，我頭頂就係呢個啦。好。OK， 好啦，我熄機啦。雖然呢個奇景好正。阿 wing， 阿 wing 啊！科技見到你啊！好，好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。阿 wing， 你望住镜头先，阿 wing。我要熄机啦，科技太慢啦。佢向来都系偏慢嘅。